中国远古史无传，只有传说在民间。远古以前先不讲，咱顺着猿人往下谈。中国境内元谋人，170万年前。陕西境内南天人，距今约有80万。周口店的北京人，约生50万年前。猿人劳动变成人，劳动之间生语言。树叶兽皮做衣裳，夏天遮暑冬防寒。群猎食物大家用，群鸡抗敌不怕难。自然火种保留好，驱兽照明吃熟餐。推动社会向前进，改造自然甚艰难。制作工具并使用，人与动物之界限。工具只打不转磨，旧时时期进新间。